沈大人送的男主发钗真好看，与公主这一身可谓相得益彰。本宫也是刘氏正统。皇帝，你是你先背叛本宫的，枉本宫那么细致，什么不离不弃，全都是谎话。就凭你也想得到本宫的爱？你不过跟薛孝堂一样，是本宫手中的一个棋子而已。在我最黑暗的时候，是他给了我一道光，将我拉出了泥潭，看清了自己要走的路。如今是他走错了路，可我也不想看着他万劫不复。这一回，枉我把他拉出泥潭吧。你又如何收下？听风声下，什么爱，本宫根本就不需要。本宫心中所念，没有这九五之费。天地初飘雪，人间共白头。那义正王殿下是不是应该跟下官出去淋场雪，这样才能白头到老？受到白发，而你我从此各天涯。